新竹唯一一家进驻百货公司的大型家具业者最近抢搭周年庆热潮，除了百货本身的折扣之外，更推出一系列的限定优惠，期望吸引大家了解台湾制造的优质家具。本公司呢，这次为了星光三月的一个周年庆的活动，推出一个一生一世的组合专案，让小资族呢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来购买我们家的一个这个方案。那这个方案的内容呢，包含了我们的全棉床垫，它是恒温的全棉床垫，没有弹簧的。那还有呢，再加上我们公司的布沙发或者是皮沙发 ，L 型的或一字型加脚椅，这样子的两者的组合价13,1400，非常的优惠。我们的沙发呢，还有床垫都是属于防螨抗菌的，然后呢久坐不闷的，比较属于恒温的。那我们有上百种的家具，不同的组合，让消费者来放心的、安全的来选购。无论是床组或是沙发，上百种的家具都是台湾研发与制造，独特的材质带来舒适的生活。这次除了家具优惠，更有满额加价购，业者特别打造独一无二的小羊造型椅，点缀消费者家中的环境。我们这次呢，就是满80,000可以加购800，好，用800来加购这一支 Q 弹的小羊椅，还可以当椅子，洋洋得意，喜气洋洋，就是这一支。坐在沙发上或是躺在床上，是一般人在家中最放松的时刻。但是家具的好坏不但能够影响人的睡眠品质，更有可能会造成过敏。业者精心制作的家具不仅防脏污，更能够防尘螨，带给消费者更好的生活品质。开播新竹陈洛怡虹采访报道。